主下腿的外侧拉紧的感觉，拉紧的感觉，现在那个大腰上的脊柱啊，大腰上的脊柱啊，成了垂直方向了啊，原来是平方向，变成垂直方向了，垂直方向，然后上面一个大雕像，它面向侧面的啊，这面看起来更容易点，这样啊，现在变成这样了啊，变成这个体位了，像那个主角像勾住了似的啊，所以呢，主角用受的要用的力比右脚要用力一点啊，成了这样了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水平方向啊，就是原来这样的啊，它的面向不是对到外面啊，也不是对到里边，而是对到侧面，然后这个底柱啊，垂直方向了，它就挂在这边啊，它任一边，可以任一边啊，万向节啊，就是任一万方向哪个方向。变化都可以啊，这个就非典技术啊，这是非典技术啊，反复强调这是非典技术啊，知道了，这是非典技术，知道了啊，再见，嗯，再见，嗯，再见。